主料：日本小红南瓜200克，糯米粉200克，辅料：糖3克，记事本10克，鸡油一大勺，芝麻3克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南瓜半个蒸熟两量，压成泥，特地保留下皮粒，加即食粉糖、糯米粉和成面团，加入鸡油，可用别的油替代。面团揉到不沾手，浸15分钟，分成大小相等的粉，搓圆，按点沾上芝麻。我做了16个，烤箱170度预热5分钟，烤15分钟。烹饪技巧：南瓜性温，酥脆微热，制胜者少食。南瓜性偏拥质，气质中满者慎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